Hello， 欢迎来到毛蛋的视频。今天我是旗袍蛋，这个衣服我很早之前买的，然后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机会把它穿出来。今天正好想起来了，就把它穿上，拍个视频给大家分享我七月份最爱用的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好，我们开始吧。首先呢，穿这个衣服我觉得说话有点怪怪的。首先我想给大家分享这个月呢有一块高光，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值得推荐，就是 Physicians Formula 的这个 Warm Nude 的这一块。说实话呀，我都有点不太想点评它这个包装，就是怎么看怎么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逛过两元店啊，或者十元店，就里面卖的那种彩妆，那个包装风格和这个就极其相似。但是推荐它的人真的是超级超级多哦。然后我入手了之后也发现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高光。首先它的颜色呀，就是一个很多元化、很综合的这种高光，它既有那种很深的，都可以用来做 bronzer 古铜粉，又有那种比较浅，甚至是粉色的那种。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色，这个绝对都能满足你，混合任何一个你想要的颜色。粉质算是蛮细的，并且摸上去非常的软，很好取粉。它是那种非常服帖的高光，不会有很重的粉感，并且你这样任何角度下它都不会有一个奇怪的阴影或者是奇怪的一道白，反正它就是这种光泽，就像你由内而外的那种非常细腻很自然的感觉。所以我这个非常非常的喜欢，如果你也追求这种自然细腻的高光，千万不要错过这盘。这个真的是除去它的包装之外非常非常棒，非常棒。其实 Physicians Formula 这个牌子粉状产品做的真的很好。接着呢是一个超级超级便宜的眼影，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今天的眼妆就是用它画的，超级超级便宜，准备好了吗？一个不超过20块钱的眼影，贫民窟女孩们现在马上睁大你们的双眼，就是这盘眼影它才不到20块钱，你敢相信吗？有没有觉得它的配色非常非常的熟悉？其实我买的时候我没有发现，我觉得它的配色很好看，并且我又知道 Beautytreats 这个品牌啊，好像是一个国外的开价品牌，很便宜的那种。反正我看又很便宜，然后颜色我又喜欢，我就拿了一盘。结果我拿到之后，我刷色发现它用起来真的很不错，并且它的颜色呢，我越看越觉得熟悉。然后我就去网上找找找，后来我发现它和 VZR， 你们知道吗？这个牌子你们应该听过吧？他家的眼影非常好，并且还很贵。它跟这个牌子的这个盘啊，01号盘，给你们找一下图片，因为我手上没有这个眼影盘，就是这个图片。再看这个，是不是完全一样的配色？我觉得这盘绝对是借鉴的那盘。我不是鼓励大家去买这种产品，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种配色，又不想投资500-600在一个小小的眼影盘上，可以考虑这个。当然了，它品质是绝对不及大牌的，但是它的颜色、它的表现真的是在这个价位里面，你绝对绝对找不出比它更好的了。所以这个我仅仅是推荐给贫民窟女孩，喜欢这种颜色的可以考虑买一盘这种。它在手上的刷色呢表现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它在眼睛上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因为它不仅仅是适合新手，第一次上色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颜色很好控制，不会说一下子特别黑或者特别深，然后你觉得它不够深，你再反复叠加几次，它的显色度又可以很好的给它提高。所以这盘我觉得它的表现真的是非常不错。只不过它的缺点呢是它那个包装非常非常的廉价，你可以想象到的那种廉价，没有任何的镜子，然后刷子也很垃圾，然后它的这几个深的颜色呀显色度是比较偏高的，然后晕染起来呢稍微有点费力。如果你想用深色去给眼睛增加轮廓的话，要稍微耐心的把它给晕染开。 OK， 我们看下一个吧。接着再给大家推荐眼影吧。我最近呢我发现了两块非常好看的双色眼影，它们是我们的国货施佩妮的。上个月我买了很多施佩妮的东西，然后用下来发现这两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超级好看的。我发现施佩妮这种烘焙的粉压的都非常的好，然后摸上去又很细腻，很好取粉，就感觉粉的品质真的是很不错。你们看这个显色度，这种延展性，然后这种饱和度，还有它这个颜色的这种调配，真的是超级好看，超级好看，又很便宜啊。这种这块亮的，我觉得它是可以做一个高光的，是那种比较高调的，有一点点闪粉的高光。你们看我手上的刷色这一块呢，
是我刷的 Becca 的一个高光，你看还不如这个的亮度高呢。它这种棕绿色的啊，超级好看的颜色，很森女的颜色。然后另外一边呢是这种橙色的，给你们刷色看看。好，这个是在手上的刷色，这个橙色和绿色它们都是有一些珠光，但不至于太闪，并且还很好的晕染。这两个颜色搭配出来的眼妆真的是超乎想象的好看，微微的透出一点点的绿色，看上去又不会古怪，可是又非常特别的那种眼妆，很好看，非常喜欢这个。如果你喜欢画红一点的很少女的这种眼影啊，你可以选这一款。这两个它们的品质在这个价位内真的是没得挑，只不过呢缺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包装啊，包装如果你能变成那种透明的可能会更好看，我觉得这个粉色有点土土的，可能是我自己的观点，我不太喜欢这个包装。然后施佩妮家的还有这个腮红我也非常喜欢，在之前的那个试用的视频里面已经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了它的感受了，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再去看一下，这个腮红非常漂亮，用它来做提亮。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眼影产品比较多啊，下面一个呢是我之前很早买的了，但是最近突然又把它拿出来用之后发现真的是绝无仅有的这么一块的非常非常好看的单色眼影，那就是刚才应该看到这个刷色了，就是这个 Colourpop 的 Bay。其实它整个的底色呢是那种紫棕色的，然后上面又有一些那种蓝紫色细碎的这种闪片珠光，特别特别的好看，我觉得真的很像星空的颜色，太漂亮了。如果你经常画那种大地色红棕色的眼妆觉得很腻，不妨就可以试一下这种，就把它画到眼线的地方，用刷子轻的往上把它晕开一点点，眼皮上真的好像有那种星星在闪耀，眼妆看上去就不会那么无聊，能够起到那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吧。好，下面还是一个眼影盘。对，这个月我买的眼影超级多，爱用的眼影也很多。这个就是准备好了吗？Jaclyn Hill 的 Murphy 合作盘，超大的眼影盘，我这个一直很想给大家分享，还没有来得及，然后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好好的夸一下它。我真的是在 YouTube 上看做它这个眼影盘视频的人真的是多到爆炸，就整个盘都是在 YouTube 上火爆了那种。但是这种东西你看别人炒得越火，有的时候你就心里好像越提不起那种兴趣来去买，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一直没有想去买这个，这个是爱买丢的掌柜送给我的，太感谢了。虽然我已经在网上看到过无数次了，我还是就是那种下巴快掉了，觉得太好看了，美若天仙。美若天仙这个词也不太恰当，反正就是没有办法形容。然后它这个盘粉质啊，真的是 legendary，真的不夸张，如果你想买 Murphy 的眼影盘，你绝对要买这一盘。我手上也有 Murphy 其他的盘子，真的是完全不敌它，所以它贵真的是有道理的。就比如说我随便刷一个颜色吧，它的粉一点都不松，一点都不浮，很软糯又很显色，你们看到吗？哇，这里面还有超级好看的人鱼肌色。那缺点呢，同样是它这个盘是没有镜子的，然后这么白的包装很容易脏掉。这些颜色呀我没有全部都用在眼睛上，但是我用过的那几个，比如说这个颜色过渡色、人鱼肌色，还有这种打亮的颜色，它的珠光啊，它那个色彩你不用反复的叠加，也不用把刷子弄湿，这个珠光色上在你眼上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浓重的那种非常抢眼的那种光泽，所以它的珠光色做的是非常非常好。个别特别深的哑光色呢，我觉得它的粉稍微有一点点的干涩。除此之外，这盘真的是集合了近几年特别火的那些颜色，比如说这种蜂蜜黄、铁锈红、橘红色、酒红色、人鱼漆、苍蝇绿等等，就各种热门的颜色这里面是都有的，颜值超高，然后我觉得性价比相对来说也是非常棒的。所以到这里为止，如果你一直想尝试 Murphy 家的眼影盘啊，我推荐你真的可以就直接尝试它，它的品质、它的粉质真的是绝对是 Murphy 家最拿得出手的一盘。接下来呢，推荐一个香水儿。
CK 的这瓶，它是那种非常淡雅的味道，它这个香味呢我觉得很舒服，又不会说特别的俗，不是很妖艳的那种花香，它就是非常淡雅比较中性的香味。我最喜欢它是喷在身上一个小时之后啊，那种香味就是似有似无若隐若现的那种感觉，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夏天其实比较喜欢这种偏中性的味道，不喜欢那种很甜或者很有花香味道那种浓郁的香味，反而是冬天我喜欢喷香味比较偏甜调的。好，接下来给大家分享我今天嘴巴上涂的口红。今天的口红呢就是这两种结合起来的，这个是国产的智优泉，是19号奶茶色，这个颜色非常好看，质地非常的舒服，不会太油亮，颜色也够饱和，也不会拔干。这个是 Charlotte Tilbury 的 Walk of Shame， 这个色号非常非常好看，上次开箱的时候大家应该已经看过了。今天的嘴巴呢，我就是用它先大面积的涂在嘴巴上，然后用它呢加深一下嘴巴内侧这个地方，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个唇妆就会有一点点的层次，不会太单调。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Walk of Shame 是比较深的那种红棕色，我觉得这个颜色超级适合黑黄皮，涂上去会比较显白。然后这个智优泉的，它是红调更明显一点。哎，我这么一对比，这两个还有一点点相似呢。我这个是颜色更偏深一点点，然后有一点点的紫灰调在里面。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百搭的豆沙色，适合任何的妆容、任何的肤色、任何的场合的一个口红。薄涂很日常，厚涂很气质。这两个口红是我最近经常抹的，非常非常的喜欢。修容粉的话，肯定是我之前买的贝玲妃的这一盘，几乎每次化妆都在用吧，就是用它的 Hoola 还有 Hoola Light 配合一点它的腮红，非常非常好用，品质非常不错，我就不再多说了。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第一次使用的上妆过程，就在海淘开箱的那个视频里面，你们可以去找一下。另外，这个遮瑕膏呢，也是重复出现过的，芬奈的四色遮瑕，这个超级超级好用。8月1号的视频里面，我也详细的用它来展示了，在这里呢就不再重复啦。好了，这大概就是我7月份最喜欢用的一些彩妆品什么的。如果有哪一件让你非常种草想去买的话，最好呢也看看别人的评价，这样会更有参考性。这个月你有没有遇到让你非常喜欢的彩妆品呢？不妨也分享一下你7月份遇到的3个让你非常喜欢的彩妆，在评论下面，我也许会抽出几个同学送你们一点小礼物。好，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话别忘了点个赞。